欢迎各位收看《怦然心动二十岁》，欢迎大家。杨迪好像又跟沈月做同桌。对对对，沈月之前录的时候隔得有点远，不方便我们俩聊天，这下可方便了，可能会很吵。哎呀，就应该让我来。太会啦！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好动哦，这个画面好好看啊。一整个挨住了，咱俩在一块儿的概率是多少？咱算算。一会儿给修杰楷发一个信息。不行。来。见好就收，这两位是也是体验卡。哇，他是被选中的，真的天选之子。这个我可以。史上最难的绕口令啊！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驴的出租车司机，走出山岗，光着膀子，就是最后坚持，就是他的个人气，我看出来了。并跟他们一起除了发了个摆了个吊了个钉，我就翻了个北了个坡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Another girl in my ear right now, another taste in my mouth somehow. In this time, I am on the line. Hope it's right. Tonight, so across the room, my eyes chase after you.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常华森。你好，常华森老师是唯一一个横跨两个节目的老师。哇哇，同学，到处观察，他常住了。说什么关系？都想销毁了，还说啥呀？啊！哇哇哇！哎，知道你别说了，我也会。哎呀，实在是不想接，接不上。想干嘛干嘛。尽力了，常华森当过学习委员，我当过英语课代表。哦，那肯定进步很大。那给我们做英语的自我介绍吧。Hello, I'm 常华森。Over。自我介绍不是说对讲机。Over。Over。That's all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20岁的郭麒麟。在这一年呢，我已经这不像20岁的傻逼。为大家展示一个后仰跳投。嘿，嘿，我是一个体育生，对不对？刚才也是跟这儿跳半天。一整个挨住了，咱俩在一块儿的概率是多少？咱算算。屁，我就是屁。你是屁？那你是不是屁？太热血了，他看表情就能明白，确实没有什么好擅长的。哎呦，我果然是年轻人，我们看不透哈。我上来就这样了。啊？还有，就不来电？对，火药味。哎呦妈呀！哎，完了，我们上来就错了。哇、哦，这么啊？哦，在这儿等着呢。欢迎来到我的庄园。首先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杨迪。大家好，来吧，展示一下。那我放开了弄。我真有啊，真有啊，也是被逼出来的。这个是我综艺史上看过最好的剪辑，叹为观止。坐下，来一块聊聊。我懂你，还得是语言工作者。我都听不懂，没看出个什么呢？看见有人来我都觉得救命，害羞哈、啊，其实是害羞。你看你又想很多。肯定有人在猜了。哎，
宣誓主权吗？哇，在这儿等着他呢，我必须要出片儿今天。哇，没想到可以有第三个选项，我是他，我疯了，完了。好人卡一张，郑恺、黄子韬和谢娜姐。喂，凯哥，雪琴，他现在得求你给他打 call。行，希望大家都来看《怦然心动二十岁》。天生会磕糖，守护最在行，我是你们的大太阳，闪电杨钰琴。哈。哇，你刚刚展示你的个人技来，记忆力很差。哇，好熟悉哦！哎呀，就应该让我来。太会啦！哦哦，摇摇摇！妈，戴耳机的耳朵爆了。老师把我的麦调到最小。我的个人技是猜拳必赢，石头剪刀布。KO， 啊，赢了哎！杨迪，石头剪刀布布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石头剪刀布。老师再一次。啊，一直录到赢为止。你这个靠剪辑的必赢，是不是？我是二十岁的沈月，个人技。按理来说，我的个人技应该就是后期剪辑。你要不待会儿帮我剪？你帮他剪，那段给我剪啊。他游泳张着嘴游吗？他好会问问题哦，他说话真的好二次元。咋这么开心？要不我们吃柠檬吧？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好主动哦。这个画面好好看啊！双子座，我已经猜到了。啊！妈呀，他太不像天蝎座了吧？他太不像天蝎了。你看，我就说，好不容易给他们配完对，只有我被骗到了，又被你装到了。那等一下，那他是跟谁都好吗？不像是普通纯朋友。只有沈月没有干到啊。啊，我听不懂，我完全听不懂。你能听懂？听不懂。不是，他感觉有代沟了。你当我是个笑话？允许一切发生。想退出这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20岁的贾静雯，好奇文，勇于尝试，任何新鲜的事物给我，我都愿意挑战，什么都不怕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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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差不多得了吧。那我不会选那个概率大师，他真的还挺可爱的，这个还不错，很贴心哈，这个我可以。一会儿给修杰楷发一个信息。不行，这是什么？现在大家一定很想看。就是不给。易烊千玺、古力娜扎、迪丽热巴，没了。斯琴高娃，你看，你看看，我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文武双全。人家有准备道具，我的天！这个魔术呢是要把这个水变不见。一二三。等一下！哎，紧张了。他是单凭长相我喜欢的那种。到底是谁？三个人的氛围真的很不一样。我们俩偷偷录，不带他。哇！他们俩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迅速升温？这什么状态？神秘人啊，还拉钩，哎呦，哇！我以为小庄就是单纯的二次元，但我没有想到他这么会。嗯，这一对我觉得他们很配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感觉不对。你好啊，我是蚊子。啊？他千万不在这里。其实说实话吧，对你的第一印象没有特别好。哇哦！我脑子要炸了。这个环节确实有点鸡皮疙瘩，说实话。真猜不着啊！悬疑片咱们就是悬疑综艺。如果让我用另一种方式去看世界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用万花筒吧。在我看来啊，它所呈现的世界非常五彩斑斓，
它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想看的东西，觉得也挺符合我平常做事的风格的。どれだけ恐ろしい姿をしていても。Hello， 我叫蚊子，学的是石油工程专业。性格，其实我是艺人嘛，但是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，所以可能我的这个意义吧，不是是所有。这个节目里最高的人。首先，《怦然心动二十岁》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，后面要到基层去参加实习，可能会很忙，然后实习的地方比较偏远，也没有时间说在毕业之前能去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，这是对我最大的吸引力。然后其次是，我也想说，如果能通过这一段旅行找到一个跟自己志同道合，然后三观很一致，然后也是自己非常幸福。我世界上最好说话的人。我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然后背跟过去再来一个。完了，又录了一段不能播的。但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，可能我就会很收敛，我可能就会变得比较装，会去在意自己的形象，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三，如果以此为分割线的话，我希望我以后的二十岁，你起码不要再受到那么多的束缚。三二一，走！二十岁的夏天永不停歇。一起去迎接曼谷的新伙伴吧！又来新人了，两个男生啊！我去森林公园。森林公园。这个站二，女主的亲戚我都想再进一步了解一下。啊！可爱是怀怀。然后靠，这个应该好看。你们是不是要留点相机啊？后面还有好多呢。哎呦妈呀，确实有点儿。哦，两个人一起拍。你刚没看这边？哦，你可以再摆一张。攻势有点猛。哦哦哦！瞎脸吗？你别动啊！哎，哈哈。哎，怪我诱惑掉他了。猪猪。帅，猪猪，这多好啊！哇，真好！从刚见到我们第一眼到现在最有好感的那个，有变化吗？哦，如果明天还有单独活动的机会的话，你会想和谁一起呢？想问一点问题，就是你觉得昨天更好玩，还是今天更好玩？再来一次刚刚的游戏好吗？超人是吗？你能爆开是吗？对对，就是一般有人需要拯救的时候，巨人变身。对对对，三天如果不吃饭，就放一碗虫子在你面前，你会吃吗？那我肯定吃啊，铁吃啊！三天不吃饭啊，三天不吃饭我要死了。你必须要做这种选择吗？咱就不能吃点正常的吗？如果我和我其他的同学掉到水里，你会先救谁呢？我肯定先救你。哦，咱们不能玩针对的，这是一个群体游戏。你卖萌吧。撒个脚！哎呀，不要跳嘛！哎呦！哎呦从刚见到我们第一眼到现在最有好感的那个，有变化吗？哇！哦，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闭上眼，你现在在你最有好感的女生面前拍一下，怎么有点害羞？可以邀请你为我今天的照片墙现在过来合张影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相信太？Whoa!
你喜欢的心动女神并不是我。哦，如果明天还有单独活动的机会的话，哦，你会想和谁一起？点点点点点点。你很开心，想知道的是因为有心动男神在，还是？没了，菜菜没了。咱们俩是让我们猜，还画线呢。你在干嘛呢，许晴？我在看《甄嬛传》。然后大家都来看《怦然心动二十岁》，看迪哥的精彩发言。我的发言就不精彩。走吧，走吧，跟上，壮妹妹旅游团，跟上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怎么老爱炫耀？哎呀，我觉得猪猪把这个菜菜放了一篇情郎。等等等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嗯，是不是像那种猕猴桃？哈哈，猪脚。哇！突然我诱惑到他了。哇！这张应该好看。背后有人，小心盯着你们。哎哎哎，吃醋了，好像气氛有一点点些许微妙吧。对，火药味。你们要不要交换那个队员啊？交换队员？对，看谁在意，谁不在意。哇，搞得这么神秘，这歌我都不敢进去。哦，他来排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挪动一次，哦，谁也不知道挪完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哇的天啊，哟，他想跟谁啊？哦，青青，天哪，楚楚看不懂了。那我就这么挪啊。他这个用意是什么？哎，这谁想的，这招真挺妙的。你看我又出钱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，这水放的会不会打着打着就有感觉了？我也觉得有可能。强扭的瓜最甜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我生气了，你以后也不用来了。哦，妈呀，啊，好可怜。所以我今天就没有问题了。Oh my god， 怎么会这样？接下来的日子太尴尬了。对。So is a letter？ 新的人是不是？什么？哇！哦，来的是女生。哇！又像毛晓彤。哇 ！Hello。Hello。好开心啊！我们有新成员加入。又害羞了。Hello。Hello。这四个男的碰到他，怎么就智商突然变低了？感觉。对。手拿把枪。新来的竞争力都好强。不强，为什么让他在后边出场啊？对呀、啊。